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今天我们先快速澄清一件事情。 昨天开始, 在网上有谣言说, 트레저成员 윤재혁与日本粉丝谈恋爱, 还在网上发照片秀恩恩爱, 甚至有海外网友将所谓的证据整理成 PDF发到网上, 导致一大堆跟风的网友们就开始骂云杰友, 什么实锤了欺骗粉丝, 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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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结果今天照片的真正主人 在网上发文, 这是什么? 我的男朋友不是 idol, 我正在蒸汽房, 吓我一跳, 快要疯了, 咳咳咳。 也就是说, 这位酸民黑粉疯子把一般人情侣的照片拿过来贴上墨镜和帽子后, 就说是TREASURE成员UNJAIL, 所以现在我也是TREASURE成员UNJAIL, 然后还把这位韩国女生变成日本女生了。总之除了这张照片之外，其他照片也是使用了一般人的照片。重新看一次后发现连购物袋也是 P图的 KKK。啊，为什么要造假这样的，真是吃我饭没事做了。哎，造假P图的疯子，搬运的疯子们，被带风向一起骂的疯子们，都去死吧。 下个消息是因为十字韧带撕裂而暂停活动的 Seventeen 队长 Escoots 被判免疫，不必当兵了。Escoots 在去年8月因膝盖受伤接受了手术及相关治疗，当时所属公司宣布 Escoots 在拍摄团综时不幸受伤，并且被诊断出左膝前十字韧带有撕裂情况。他不仅缺席了 Umagishin 的宣传活动，也未能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巡演。此外，他也未能参与 TBN 节目 Nana Tour 的 Seventeen 片。十字韧带撕裂，甚至连续两侧都受了伤。 复健都花了2年的时间，受伤到足以获得免疫，然后通过康复回到本职，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努力，怎么还有算命说受伤是假的呢？这种逻辑实在是太可怕了。现在免兵役的条件变得更加严格了，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给你5级免疫，受过伤的人应该能明白，像他这样康复并且能够走动的话，是需要疯狂的努力。 希望Escoots能好好康复，不要留下后遗症。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成龙和 V 的广告。 With your best friend Sin Invest。 哇，大发，太意外了，两个人的默契真的很好，可可。V在入伍前真的很努力工作了，太可爱了，V的脸真的是国宝。